那是空性体证之后，才能够不染污。因为凡夫他走的路线就是刚刚我们提的一二三四五，其实你走完了，你走完了。所以当我们要修行的时候，它是倒退法，是最后一项，是不是整体？我们有谈到整体评估成立的法，对不对？我们修行的时候其实是倒退走的，也就是主观定义成立法，这个指认这个法，你就是要指认这个法是主观意识。很多人不肯去承认自己的主观意识，都认为这个就是绝对值，其实是主观意识而已，对不对？他没有办法去接受自我质疑呀。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自成立以来，护持佛法不遗余力，为法轮常转正法久住，敬邀社会大德发心赞助弘法经费。若蒙捐助善款，请汇邮政划拨账户，账号22718807 22718807，户名财团法人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。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敬邀您护持弘法，共转法轮。阿弥陀佛。